嚟啦，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，我哋不如開始啦，好唔好啊？記得緊握扶手喎、哦。咁我哋輕鐵係點洗白白嘅呢？咁首先咧，我哋會有啲水啦，同埋有啲鹼液噴咗出嚟嘅。咁再經過咧四個巨型藍色嘅滾筒咧，擦擦擦之後再沖一沖水咧，我哋成架輕鐵咧就會乾淨曬噶啦。大家有冇感覺到有一種清涼嘅感覺啊？係啦，咁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啦，如果輕鐵每日都咁樣洗白白，咪好嘥水咯，係咪？咁其實唔係嘅，我哋輕鐵係一個環保企業嚟噶嘛。我哋咧每次洗完白白嘅水咧，我哋會收集翻啦，再過濾咧俾下一次用嘅，所以係非常之環保嘅。
咁我哋會離開車廠嘅。咁我哋頭先轉右咧就去洗白白，咁而家就會轉左手邊嘅。左手邊咧就係、是、我之前提過嘅，呢、這個係正式輕鐵嘅出入口啦。咁大家咧好難咧有呢個機會咧係坐住輕鐵咧一齊出廠嘅，因為平時咧係冇機會嘅。咁我哋而家正式轉左手邊出去啦。大家可以望下左上角咧，见唔见到一个红色嘅 T 啊？呢个就系我哋轻铁嘅信号系统。知唔知红色 T 代表乜嘢啊？系啦，冇错就系 stop 啦。咁我哋好快又转咗白色箭嘴啦，即系代表可以前进咁解嘅。大家头先咪试咗揸轻铁嘅，大家觉得揸轻铁容唔容易啊？其實揸輕鐵一啲都唔容易嘅，因為輕鐵司機哥哥咧，佢除咗要睇住我哋輕鐵嘅信號系統咧，仲要留意住馬路嘅交通情況嘅，咁係需要一眼觀察嘅。知唔知道我哋即將到達嘅輕鐵站叫咩名字？係、哎、我前面呢一個站叫咩名字？門喺後面。嗱、这个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輕鐵車廠站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隔離有一個我哋嘅輕鐵車廠，所以就將佢命名咗做輕鐵車廠站啦。輕鐵嘅站名命名咧，主要係用附近嘅建築物啦，同埋地標去做命名嘅。原因咧就為咗咧，我哋同社區一個緊密嘅聯繫啦，令到啲市民大眾啦，可以容易啲叫到我哋嘅站名。可以同身邊嘅朋友仔 say bye bye 喎。好耐，大家覺得輕鐵咧係咪好慢啊？輕鐵可係咪好慢啊？大家覺得？我想唔想試下輕鐵有幾快啊？可以。咁大家要坐定定啦，記得要緊啦，扶手啦。其實輕鐵可以好快噶，大家準備好咧，我就叫司機哥哥準就會開快啲去玩。唔受其他嘅交通影響嘅時候，最快可以去到60嘅。好啦，咁大家頭先咧好留心咁睇片啦。咁想問下大家，我仲記唔記得我頭先問咗一條問題？拍入閘咧係拍橙色，你知唔知拍出閘係拍咩色嘅八達通頭咧？綠色。綠色係咪啊？冇錯啦，係綠色啦。咁如果我咧唔記得帶八達通卡，我可唔可以搭輕鐵㗎？可以。咁我要做啲咩先可以上輕鐵啊？係啦，買飛啦，就買單程飛啦。咁其實我哋每個輕鐵月台咧都有一個單程輕車票售賣機嘅。咁大家唔記得帶八達通唔緊要嘅，記得買翻一張單程車飛咧就可以乘搭我哋嘅輕鐵㗎啦。好啦，各位朋友仔，今日开唔开心啊？可唔可以俾翻少少意见我哋咧？支持鼓励下我哋都冇问题嘅。咁我哋同时咧就会俾个 QR code 大家啦，就可以俾翻啲意见我哋啦，同埋俾翻一啲。如果你們覺得我們今天很好的，可以給我滿分我們的，那你覺得我們有改善都可以給一些文字我們的。那呢我們做完問卷呢是有個紀念品派發給大家，那多謝大家今天呢來參觀我們的輕鐵車廠的。
係啦，甜圓問卷咧，記得咧俾翻姐姐哥哥睇，咁我哋就有個紀念品派翻俾大家噶啦。咁如果覺得我哋今日表演好好，記得支持下我哋啦。如果有興趣，都歡迎大家再次嚟參觀我哋嘅屯門車廠。將會到達我哋嘅終點站啦，就係屯門碼頭站啦。咁呢個終點站有啲咩特別呢？就係佢有七個月台喎。咁咧，佢七號月台係最特別噶啦。咁陣間大家可以留意下你哋嘅左手邊啦。我哋即將會經過七號月台嘅。呢個七號月台咧，淨係可以落客嘅啫。咁佢係唔可以上客嘅。咁大家陣間咧就會留意到咧，你左手邊七號月台咧。整個月台都是個綠色的八達通頭，即是只是可以拍出閘。那經過今次的輕鐵遊之後，大家就記得叫朋友仔來呢，就不要約他在七號月台上車了。現在看看左手邊就是七號月台了，這個就是只供落客之用的。剛才見到有很多朋友仔都很想購買我們講的紀念品，大家去到我們輕鐵客戶中心買是一樣有剛才同樣的優惠的。大家覺得今天坐這個輕鐵舒不舒服啊？很舒服是不是啊？我們都要首先呢都要多謝一下我們的車長的。我們的陳車長呢，他有30多年經驗的了，經驗非常之豐富的，所以大家今天就可以坐到這麼舒服的輕鐵了。我們陳車長都可不可以先說 Hello 啊，隻手都動得不得？唔該曬各位朋友仔咧，支持我哋輕鐵啦！咁都想提下大家啦，我哋準備咧就會喺一號月台落車嘅，咁大家記得攞齊你哋嘅隨身物品啦，因為我哋唔會再上翻呢一架輕鐵噶啦。咁落咗車之後咧，大家如果想繼續選購，